今天发给各位这一篇讲义，叫先秦啊，先秦助唐代戏剧以戏曲小戏之渊源及其剧目考述。可以说题目呢相当复杂啊，那有多少个像这样题目呢？有多少个层次呢？先秦助唐代，你看这个时间跨度长不长啊？很长。那表示在这之前呢、啊，我们中国的戏曲都还是在可以说原生还是这个非常简陋粗糙啊，最多只是它的一个雏形而已。你看万事呢，这个起源呢、啊，还有它要壮大的那个时间呢、啊，是相当这个缓慢的。可是，一旦水到渠成，沛然而至，很快就成为江河。人类出现，懂得利用工具，对不对啊？懂得利用工具，到现在太空船，它的时间的不过刹那几秒钟而已，就已经到了。可是，在还不懂得利用工具以前，那个漫长的岁月有多长？我们中国的戏曲呀、啊，可以用这样的类比，也就是说，它原生经过一个粗糙的岁月，非常的长。可是唐代以后，就有进展，进展到宋金之间，南宋和金代末，这不差。为什么不差？因为条件成熟。这个条件成熟，很快就由小戏转型为大戏。那么那个触发点，就像懂得利用工具的触发点那个原理，我们讲过了，是什么样的东西啊？还记得吗？宋元的瓦舍锅。所以我们这一篇东西就是在说瓦舍郭兰出现以前的中国戏曲的概况。别的戏曲学者的写法和我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呢，在这个唐代以前出现在文献上的这个资料，文献资料他写的是先秦汉代的脚底戏，会不会写啊？啊，脚底戏从东汉呢到南北朝，改成为百戏，然后隋唐
Josh. Joy. 这些名词啊，它都是一种广义的集合的名词。什么叫脚底戏呢？脚底就像牛在斗争，牛在搏斗，像羊在搏斗，用脚互相抵触，这叫脚底。原来是这样的情况，那么人可不可以也模仿呢？人模仿啊，就像日本的怎么样，相扑。说日本的相扑事实上是我们的中国的脚底戏，传过去的。在我们的汉代有一种画像石，画像石就是说画像在砖石里边，有好些是脚底，人的脚底，就和今天日本的相扑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脚底戏慢慢它延伸一个新的意涵，凡是含有竞技、竞技作用的一种杂耍特技，就叫脚底戏。比如说爬杆，看谁爬得快；走钢索，看谁走得快、走得稳、走得长。舞龙舞狮歌舞，看谁舞舞得好，唱得好。凡是有这样，或者是冲霞，你知道什么叫冲霞吗？现在的穿衣圈。对，穿衣圈。以前的冲霞是用刀的，刀玩弄那一圈圈，你冲不对的话就怎么样，下来就破肠破肚了，所以叫冲霞，看谁冲得过去。这些呀、啊，有一个记载比较具体，就东汉张衡的《西京赋》啊，东汉张衡的《西京赋》描写的就是汉武帝时代在长安的歌舞百戏的这个表演，它呢叫做脚底戏。所以这时候脚底戏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怎么样，李唐华的杂技团，和现在台湾戏曲学院的，你们叫什么戏啊？民俗技艺。民俗技艺戏是一样。民俗技艺有两个意涵，你们其实取的是技，艺是艺能，这人的表演艺术，技是手工艺术。说技艺是手工艺术和表演艺术，你们现在把它叫技艺，其实是在那个怎么样，表演的部分。好，那可见脚底戏后来的内涵就是，凡是人类
他特殊的技术，我能别人不能，我拿这个可以使得大家一乐，就可以叫什么呀，交底。他的意涵那么内涵那么大，所以到东汉的时候就是哦，他涵括性很广，就叫百戏啊，百形容其多，形容其多。那么这个这样的名词，我观察一直到南北朝，在隋唐又出现杂戏杂剧。请问杂也是什么意思啊？也是多的意思，乱而多，都可以叫杂，都可以叫白。那么在脚底戏、百戏、杂戏、杂剧里边，可以说就是民间所有表演艺术的总称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所以如果把它分析啊，我在那个瓦舍波兰里边那篇文章啊，就分析了瓦舍波兰里边的这些艺术啊，综合起来大概有60几种，在那时候可以分开60几种。这60几种里边，就音乐器乐方面的演奏，有歌谣、歌唱，还有这个杂耍、特技的，还有这个什么呢？杂耍、特技，啊，说唱艺术，说唱方面，还有偶戏，各类的偶戏，以及呢，这个小型的，可能已经是小型的戏曲之类的杂剧，那时候叫杂剧。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，我在台湾做过调查的时候，我就分作器乐、歌谣、说唱，然后杂技、小戏、大戏、偶戏啊，还有这个舞蹈，民族舞蹈。不过民族舞蹈都已经融入在什么呀？融入在小戏和杂技民族舞蹈比较少独立出来，所以这五金是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戏曲的原生的一个原地，这个原地呢，就在这个百脚底、百戏、杂戏里边混杂在一起。那么混杂在一起，其中有一些元素，它的元素要出类拔萃，要提升它的这个艺术的品质。提升以后呢，他又要怎么样？要艺术家把它呈现出来，要艺术家把它融合在一起，这就要有一个酝酿的温床。这个酝酿温床就是瓦舍波兰啊，这个概念各位有。那么像以前的戏曲史呢，大概就把这些，然后呢，里边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戏出啊，介绍一下。
有些学者像廖奔，又创设了，只有他看得明白、记得住的学术的新名词啊，新名词，这个弄了许多，我到现在还没记住。那可见，因为那个前身可以说各说各话。我们这一篇里边呢，其实就是分这两大类，一种和戏曲有关的，戏曲小戏。我们说戏曲小戏是戏曲的雏形。在雏形之前，还不是用人的代言体来演出的，就是戏剧。他只要演故事都可以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说第二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先秦到唐代里边，两种类型，一个是戏剧，一个戏曲小戏。他怎么演也提起剧目考试，在文献上里边，这个杂剧和小戏的那个剧目，我们可以找出哪一些呢？就做一种考据学的方式把它考定下来。这时候我们所运用的就是钱家的怎么样？钱家的考证学，所以用这个学术来分析、考证、验证，我这个是第一篇论文。好。请各位来看看我们这一篇论文的结构。我们没有办法一句一句带着各位来讲，我只把纲领要领里面的要义点一点都写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应当要自己阅读，务必自己阅读。只要你们能配合我课堂上的指点，我发给你们讲义，你们好好读。一年之后，我相信你们在戏曲的学养上就不会太差，绝对会有底子。你只要研究，会继续研究；不继续研究，你基本的这个尝试呢，应当也相当够啊。好，各位来看看，一个论文呐，那个架构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架构清楚，表示他要诱导读者的这个理路就清楚。我很害怕读学者的文章，只有题目没有章节，只有分段。只有分段啊。然后呢，他自己说的不清楚，我们读起来也很不清楚。好，第一页，学者对戏曲渊源形成之论证和渊源说之派别及著者之看法。好，我们
要谈一个问题，学者对戏曲渊源形成之论证。首先这个问题是吵了半天，吵了100多年，看渊源说之派及著者之看法。好，在这个前提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戏剧小戏，戏剧戏曲小戏大戏偶戏，这一些名词的定位已经讲过了。第一节，学者对戏曲渊源形成之论证。这个论证啊，可是麻烦的不得了。请各位看第四页，这个论证在前面你们自己看就知道。几乎刚开始研究戏曲，学者没有不提出各自己的看法，结果看法是怎么样？相同的少，不同的多。那把它整理他们的派别，第四页的下边有说戏曲起源于歌舞说的，陈多为代表。还有第二，外来说是外国来的，对中国没有信心的，你看这些人都没有信心。还有说变文说唐代才有，而百戏就刚才说的百戏，还有说游戏啊，还有说劳动，还有宗教，第八呢多元，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的，还有其他的种种啊。前面这些啊，各位把它看一遍就知道啊，每一个作家，每一个这个研究者，他们的看法真是各说各话。重要的是要看第九页，著者对戏曲原生之看法，就是这个作者。那这个作者当然就是我。首先呢，我们对这个问题先要归纳学者已经有的看法，我把它归纳学者立论基础的五种类型。他们立论基础有五种类型，这五种类型在前面看的有些零散，但我们把它统合下来。甲，就过程戏曲元素而立论者，他是从过程戏曲的元素来立论的，就有歌舞说，还有这歌舞说的资料在这里。所以如果你们要研究，我都把它整理出这个线索了，你们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。乐舞说各位在翻，然后巫戏说，巫戏就是从演员的观点。排忧说，排忧是宫廷的
一种以古籍诙谐来娱乐人族的侏儒，是排忧。侏儒就长不大，他们能说善道，能歌善舞，就让你看起来，因为他个子小小矮矮的，动作呢就很古籍诙谐，啊，所以排忧一定有这个特质。而讲唱说，讲唱文学，词变说，这文学体式的变化，最后是多元综合说，是有很多元素融合起来的。你们也应当跟妈妈感受，我主张的是南说，因为我主张的是瓦舍多兰的怎么样酝酿，所以多元综合其实是我的取向。慢慢的，好，第二种这个什么呢？第二种类型就孕育之场所和立论者，啊，这孕育的场所是认为戏曲的原生有宗教祭祀说、百戏说，宗教祭祀里边有各种表演艺术，就像现在我们庙会里边的迎神赛会，是不是有各种这个民间的表演艺术团体来啊？百戏说，百戏里边也很多。第三种，第三个类型就戏曲功能啊，立论者，就娱乐，有游戏，有劳动。第四种呢，就它的传承，啊，有的主张外来的，这个外来说。第五种。说艺术的模仿啊，立论者，模仿人的动作，笑人说。各位在第十二页，还有的说就是模仿傀儡演戏，这个孙凯蒂的傀儡戏考验，就说人演的戏。是从傀儡戏模仿傀儡戏过来，好，各位，第十二页的第七行，片心，这等于开始我的批评了，你把它念一遍。可见历来学者对于戏曲起源这个论题之探讨，起码有五个不同的立论基础，若此焉能不一说纷纭，难趋一致，以构成元素为立论基准，其持单一元素者，忽略戏曲本身为多元素的有机体，所以无论持歌舞者、乐舞者、呼吸者、排忧者、讲唱者、词变者，莫不有如瞎子摸象，至多仅得一篇，未窥全体。其持多元综合者，虽得其旨，但尚未虑其持有某一二元素为主体，再逐一汲取其他元素而综合的实际原生情况。就孕育成果而论，立论者，有如说光靠女性子宫就可以生出人来，所以其持宗教祭祀说者，至多只能说戏曲和构成戏曲的元素在这种场合里呈现，或在这种场合里各元素逐次得到综合的机会而产生戏曲，不能说宗教祭祀本身就能产生戏曲，这就好像女性的子宫本身不能生出人来一样，但只要雄性的精子和母性的卵子在子宫里结合，就有可能在此孕育出人的雏形婴儿来。
同样的道理，其实百戏说着百戏自有其百艺进程的场合，在这种场合里，其构成戏曲的宗元素有可能以其一二为主要，而逐次汲取其他元素而产生戏曲，但也不能说百艺进程的场合本身就可以产生戏曲。至于其就戏曲功能而立论者，无论娱乐、劳动、游戏、劳动，最多只能说那是促成游戏产生的动力之一，而不能说这种动力就足以产生戏曲。其就形式的传承而立论者，也不能仅凭某些相似的现象就断定中国戏曲来自印度梵剧。这就好像老虎和人都会饮食，但人类的祖先绝不会是老虎一样。其就艺术之魔效而立论者，最多也只是像傀儡影戏或真人学习动作举止作为表演之凭依而已，其距离戏曲尚远，更无由从中产生戏曲。好，那像这段的话，就是把历来啊各种学者他们的想法理论一一把它怎么样，一一把它这个拨打。那其中有一样，那就是说这个也就构成元素的立论基准，有单一元素和多元元素啊。那么单一元素的就像瞎子摸象一样，就看不到全体。可是多元元素的呢，也要注意一件重要事，就是这些多元元素里边总会有某一两个元素为主体，以它们为核心，然后产生戏曲的雏形。以这些元素为核心者产生的雏形戏曲，它的直性一定和那个主要元素怎么样会相接近，带有它的这个延伸元素本身的特质啊。这就好像秧歌戏、花鼓戏、采茶戏还有花灯戏，他们呢都不是单一元素。那么秧歌戏为什么称秧歌呢？因为它主要的那个艺术元素就是北方的歌谣，北方的歌谣就是秧歌，所以北方歌谣产生的戏曲小戏，它的艺术的直性特色就和南方用采茶茶歌啊，这个茶调所演出来的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主要元素是要特别留意提出来的啊。第二，著者立论的基础和长江大歌说啊，这里。那么戏曲是如何原生的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要先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。其一，凡合乎演员和歌舞以代言演故事之命意者，即为小戏，即为戏曲之雏形，亦即为戏曲这个艺术有机体的源头。周以白《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发展》称之为起点。其二，小戏的成立必以一二元素为主要，由此再结合或吸纳其他元素而形成合乎上述命意之艺术有机体。其三，形成小戏之主要元素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，因此小戏可以多元生发，可以一时而生，可以一地而起，其艺术之特色亦因之而有别。
其次，如果要论断中国戏剧戏曲之源头始于何时，只能估以文献首见而合乎小戏命义者为依据。鼻著者于1982年发表一篇《中国古典戏剧的形成》，有这样的话语：中国古典戏剧的源流犹如长江大河，滥觞虽为，而含容力极强。随着时空的展延，流经之地必汇聚众流，已成浩荡之势。如果我们是取吴淞口的一瓢长江之水而已，则这一瓢之水，事实上已含青海、巴颜克拉山南麓之水、西康金沙江之水、四川岷江、沱江嘉陵江之水、湖南湘江洞庭之水、湖北汉水、江西赣江、沭阳之水，但是它们融合起来的滋味，只是长江之水。也就是说，巴颜克拉山南麓以下之诸水，事实上并非长江支流，而是长江的许多源流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么中国古典戏剧的源流就非单纯的了。为此，著者在比照吴淞口的长江之水为例，给已经发展完成的中国古典戏剧下一定义。这个定义即上文所举的大戏，所云的综合文学和艺术，就有如长江的吴淞口之水，其故事、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讲唱文学、演员充任角色、装扮人物、代言体、狭隘剧场等九个构成元素，就有如巴颜喀拉山南麓以下诸水。如此说来，中国古典戏剧的形成，事实上是这九个元素的逐次结合了。当然，这里所谓的逐次，并非按照上面所举的秩序，而如上文所云，戏剧之命义，教诸小戏之为，演员和歌舞以代言演故事而言，只是演员演故事，则其原声必照小戏为古老。有了这样的观念，以下你就先行至唐代文献中考述其与戏剧戏曲小戏有关的剧目迹象，从而关照说明中国戏剧戏曲在宋金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 成立为大戏之前的情况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对于这个戏曲的这个原生与形成啊，可以说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啊。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，青海这个巴颜喀拉山南麓之水，也就是说把长江的源头跟青海巴颜喀拉山的南麓，其实呢，现在大陆老早已经把它考察出什么，在延伸到青康山高原的那个坡头，它增加的长度好像是1600多公里啊，巴颜喀拉山以下不过5000公里，这个是应当要修正的。那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滥觞，滥觞意思就是江河的那开始的地方，它的水的回落和水量的这个细微啊，是足以怎么样飘起这个一个酒杯的那个水。所以滥觞我们说是这个源头啊，起源的意思。那戏曲来说呢，我们九大元素歌舞乐，这是戏曲演学三大基础。
你看他要逐字过程是怎么样的，歌舞乐各自发展，对不对？各自发展会提升，然后有一天歌唱的时候，你配合音乐，那就歌乐结合。如果呢，歌唱的时候配合舞蹈，就歌舞结合。啊，如果不唱歌，用音乐和舞蹈配合在乐舞结合。那歌舞乐三者融合为一体，这层次当然会比怎么样？比单一元素或者两个元素构成要高了很多。像这样，就像长江流到了青康藏高原的西康这个地方。我们有金沙江注入一个元素，到四川有沱江、岷江、这个嘉陵江注入，到了湖北，这个。到了湖北有汉水注入，到了湖南有湘江洞庭之水注入，这越往后流注入的元素越多，你说这个长江之水越来越浩大。就像戏曲沿着歌舞乐，哎，或者加上杂技啦，或者加上代言体啦，后来又加上讲唱文学啦，后来又加上这个后来又加上差不多了吧，歌舞乐杂技啊，故事是最根本。原来只在表演故事，也可以用音乐来表演故事，用舞蹈表演故事，用歌唱表演故事，所以就歌剧、舞剧、话剧等等，然后结合起来融入杂技，以歌舞为主体，就变戏曲。变戏曲如果不用代言体，我们称杂技，加上代言体我们称戏曲。说它文学加入，这个音乐壮大，故事引人入胜，更曲折就变成大戏啊。所以戏曲呢，也随着这个时空之里吸收的元素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成长，像长江大河流过不同的时空，汲取不同的水流，越来越丰沛，越来越浩大。这就是我所说的长江大河说。长江大河说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，后来我看呢，越看呢人越多，但是他们很吝啬，都不说是最先说的是谁，无所谓啊。久而久之要讨论这个问题，我的书是怎么样？是1980年、81年就发表，他们后来都1990年以后，各位知道时间怎么样？不能倒。
时间怎么往前，所以时间越早的一旦提出来就越多，这是这种情况。好，那么大戏的面壁，因为以前呢我们也讲过了，我们也讲过了，所以现在呢我要从文献里面，因为啊这个戏曲是表演艺术，这表演艺术表演过了就没了，那我们要找到蛛丝马迹，只能看他的一些零星的记载，在文献里边，或者呢先民在那个深山的巨石之上所留下的那些石画啊，或者画像石等等这些啊零星的资料来加以推测。所以我考察了这个剧目，原来我所写的呢是比较资料呢比较多一点，我把它浓缩了，浓缩了，做成一般的戏曲史的写法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比较早一点的一种现象。比如说各位看第14页，先秦之戏剧，戏曲小戏剧梦，前边这一段就是在说戏曲元素如何逐渐结合的样子，然后第一小节这个挪移戏剧就是在说杂剧的这个戏剧的，戏剧里边有一种挪移戏剧，这个举出来的有两种这个古代的挪移戏剧的样子，一个就是杂剧，一个是方向式的曲目，这两种，因为它比较古老。还有一个呢，周代的大武之乐，这个也非常重要。下边呢就没那么重要，我们就带过，所以还是请片勋呢把这个第14页《先秦之戏剧和戏曲小戏剧目》底下带同学念起。在先秦文献中，上述构成戏剧、戏曲主因素是如何逐次结合的呢？首先是歌舞歌乐的结合，或装扮杂技的结合；其次是歌乐和装扮的结合。然后又以演故事，终于出以代演替。其中方向制之驱挪和大舞之乐应属戏剧，九歌应属戏曲雏形之小戏曲。兹论者如下：《吕氏春秋》卷五《仲夏纪》乐云：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头足以歌八阙。”这是出名狩猎之歌舞，以及后世所谓之踏谣，可以想象以风舞与原始歌谣结合的样子。众人因猎获野牛，歌取其尾而执之，踏步欢呼，反复歌舞。有《周礼·春官宗国下·大司乐》，有《以乐舞交伯子舞云门·大卷·大弦·大勺·大夏》。大破大舞，可见其乐舞何用。又云：“
乃奏黄钟，歌大吕，舞云门，以祀天神；乃奏大促，歌应钟，舞弦池，以祭地势；乃奏孤显，歌南律，舞大韶，以祀四望；乃奏蕊宾，歌寒钟，舞大夏，以祭山川；乃奏夷则，歌小吕，舞大祸，以享仙皮；乃奏吴特，歌夹钟，舞大舞，以享先祖。凡六乐者，闻之以五声，或之以八音。由其奏可见其八音之器乐，由其歌可见其五声之歌唱，由其舞可见其舞蹈之容止。所以周礼用以祭享天神、地势、田茂、山川、仙匹、先祖的所谓六乐，是合歌舞乐而用之的。又周礼春官宗伯下小诗，掌教舞照祝吴喧嚣管弦歌，摇了古谣，鱼况鱼，喧嚣管弦歌，掌教古谣，况鱼，喧嚣管弦歌，古谋掌舵。舞况于熏箫管弦歌，皆可见其歌乐之结合。好，这一个的意思呢，最原始的记录啊，就是所谓葛天氏的当时候葛天氏之乐，那三人超牛尾。三人不是真的三个人，就许多这个去所列的人，好些人呢手中拿着牛尾。为什么要拿牛尾啊？因为一只牛只有几根尾啊，一根一不是一根牛，一头牛只有一根一只尾。那么这个每个人拿一只牛尾，就可见丰收不丰收啊？哎，有多少人就所以拿牛尾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在古人作战数功劳的时候啊，像宋代这个秦代叫众所攻之狗，对不对啊？你砍了敌人的脑袋越多。可是如果报功的时候每个人都把敌人脑袋背来的话，那这个就能背几个脑袋。所以就用什么简单呢？割耳朵。因为耳朵呢虽然两个，但是限定割只算右耳，那读一割一个耳朵好像右耳。那么算有几个要用，就表示几个啊。这牛尾也是这样，你要拿着牛尾巴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兜圈圈的跳舞啊。这个世上就是所谓所谓之舞啦。那他说一个八雀啊。这八雀虽然有名词，当然都是后代起家的。那周代里边呢，有什么六乐？你看六乐呢，它乃作黄钟，就是十二律里那个黄钟，歌大吕，舞云门，云门舞集。各位知道就是从这里来的了。那么这里边可以看出是歌
越古老的一种这个结合。作当然就是器乐，歌就是歌曲，带有歌曲的歌曲，还有舞蹈。所以周礼的所谓六乐，明显是歌舞乐的一种融合了。我意思就是说，像这些呢，都在戏曲之前呢，它的表演艺术呢，也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精致。开始呢，进入到戏剧，原有故事的，就文献上有两样，一样就是这个诈欺，一样就是方向戏。好，把这段念了，我再来解释。礼记张特生于天子大诈八，依其事始为诈，诈也者俗也，岁十二月，何惧万物而所想之也，诈之计也，主先强而计思强也，计百种以报强也。不是强，这个应该不是吧。主先色而计思色也，计百种以报色也，想谋及由古表错禽兽人之志，义之敬也。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，寅猫为其食田鼠也，寅虎为其食田鼠也，寅而计之也，计方于水庸是也，曰虎反其宅，水归其壑，昆虫无作，草木归其泽。诈是天子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祭祀。八位神灵是先色如神农氏，思强如后稷，思色如后稷，农田俊有表错，田俊于井间所设之处，猫虎方所以蓄水，所以涨水，水庸所以泄水，亦所以受水。祭祀这八位神灵，诚如苏轼《东坡志林》卷二所言，是在行戏礼。东坡云：“八诈，三代之戏礼也，岁终俱戏，此人情子所不能免也。”依父之以礼义，亦曰不图戏也而已矣，计必有失也。今诈谓之计，盖有失也。猫虎之失，谁当为之？至鹿于女，谁当为之？非昌庸而贼。但据《周礼·春官·中国》，诈祭祀者应为无习，而非如东坡所云之昌庸。这种诈既是行戏礼，从中亦可看出有装扮，有口白，有仪式动作。到了春秋时代，其场面很盛大。明和孟春著《孔子家语》卷之六《官乡社》第二十八云：“子贡关于诈，孔子曰：赐也，乐乎？对曰：一国之人皆若狂。”赐谓之其为乐也。孔子曰：百日之劳，一日之乐，乐一日之责，非而所知也。像这样能使一国之人皆若狂的诈计活动，其于人于神的杂技或戏剧成分必然更多更盛大。然而今本家语为曹魏王肃所纂，但毕竟根据先秦典籍，其说亦应可据。而近年成为显学的傩，果然有成为傩夷戏剧的迹象。傩是古代的一种风俗，迎神以驱逐异鬼。傩礼一年数次，大傩在腊日前举行，有傩舞、
舞者头戴面具，手执戈顿斧剑等兵器，做驱逐扑打鬼怪之状。有锣声，为驱逐异鬼时的呼号之声。《论语》相当云：“乡人挪，超夫而立于若间。”《吕氏春秋·季冬季》云：“命有司大挪，旁辄出土牛以送寒气。”均可见挪为古礼古俗，因为事物纪元有云：“州官岁中命方向士率百吏所事驱役以逐之，则驱挪之时也。”所以一般认为方向士是驱挪的主角。征礼下官司马云：“方向士长龙熊皮，黄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执戈扬盾，率百吏而驰挪，以所事驱役。大丧先救，及暮入况，以歌及四余，驱方粮。”可见方向士的装扮是身上蒙着熊皮，头戴有四个眼睛的黄红面具，穿着黑色的上衣，系着红色的裙子，手中舞动着干戈。他的任务有二，其一为四季里率领成百的部署逐屋驱逐逐室的驱逐异鬼，其二在丧礼中导引棺椁前进，到了墓地和棺木入况时，用戈及其四周，驱逐其中的亡梁土木之怪。方向士显然有办事，其驱役的过程以具简单的情节，以具演故事的条件，可以算是戏剧。好，我们利用先秦这些资料提出了一个诈子，还有一个呢，挪移，由挪移引出了方向式。那诈计啊，就是对于啊，农业有功的一些神奇来祭祀。各位要知道，中国人是什么都能成为神的，只要你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可以改善，可以这个造福的，他都可以来祭祀他，来拜拜他。所以前几天呢，我按一位在美国教书的多年不见的朋友说，你在你的化学方面，这个发明那种药物，这个拯救了很多人。你在古代啊，你是佛祖，你就佛祖。中国人是这样的，所以你看看田里边的。先是神农氏，后稷，这都是古代有关的。连我们说排水沟啊，或蓄水池，它这种排水沟、蓄水池也都有神在那边。乃至于猫啊，这个老虎啊，也都要祭祀。为什么？他们可以吃那个对农业有害的动物，猫当然吃老鼠啊，那老虎呢，又可以吃那些这个更大的这个伤害农业动物的这些其他的动物，所以像这些都拜他，这统合起来叫诈祭。好，挪呢？挪这个这种这个和古代的生活固然很重要，就是现在的中国大陆，在中西部的那个乡村里边，这个挪移还是相当发达的。它是一种什么呢？中国古人呢，
他觉得所有的疾病通通是由妖魔邪神产生的。那么治理这个妖魔邪神呢，就要比那个妖魔邪神更可怕更厉害的那种动物或者那种神。你们知道去看古迹，有些帝王的古迹，帝王的这个坟墓，你们留意一下以后，那坟墓呢，如果是像皇帝的陵寝，他一定有文武百官啊，有马啊，有骆驼啊，还有一种什么很奇怪的禽的兽类啊，这个兽类可能老虎身上有长翅膀啊，或者比看起来比狮子还更凶猛，那一种啊叫做辟邪。辟邪，辟邪就是人妖魔邪神看到都要逃避的。也就是说他比他更丑恶更有法力。那么那个在坟墓旁边我们叫镇墓兽，镇墓兽啊，你们游到北京啊，到什么陵寝去看，就这这些东西。所以古人啊在逢年过节都会举行仪式，要请一个这个什么呢，比妖魔邪神更可怕更厉害的这种大神，率领他的这个神兵鬼将去驱逐你生活周遭所存在的这个妖魔邪神。那么那个呢就叫挪，说驱挪就把妖魔邪神怎么样赶走。那为什么叫挪呢？因为它都会发出挪挪这样的声音。这个在宫中的仪式，我所看到记载啊，最庞大是东汉，东汉的这个的岁末里面所举行的宫中大挪啊，那个这个好几百年啊，我们要好好算，起码百千年都的一个活动。国安许常惠啊，曾经到过这个贵州的土家族，他们呢正在举行一个土家族的祭典，那个祭典叫什么名字我忘了。里边显然就有驱魔的这个仪式。我要喊你们师母呢，也到过这个贵州普定县。啊，就什么上官屯、蔡官屯，就当时候在这个什么明代的军队住在那个地方，要长期和元代的一个残余势力两往的军队。用屯田的方式，反正军队我就在这里种田，平常农民打仗的时候拿起干戈来就是军人。这些地方啊，人穿的衣服、梳的头发，尤其女性，都和明代屯时代还一样。我写过一篇报道在联合报，
写过一篇报道在《联合报》。那么他那边有一种戏曲叫地戏，地戏就是军队的，他平常呢这种军事训练把它游戏化，但是是一种可以借此来训练战技，他戴着面具，其实就和我们方向式的嫡传的一种东西，所以这个民间的东西啊，它有时候是传出千百年的。我们里边所看到的方向式，为什么叫方向？因为它戴的面具是四方的，这个面具是黄铜做的，做成四个眼睛一个大嘴巴。这个面具我看到在哪里呢？藏在现在中央研究院考古陈列室里面。是从什么时候发掘的呢？从民国26年殷墟大墓的发掘出土的方向式的面具，这个面具的造型和我们里边所引用的周礼的方向式是一完全相同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常说治学怎么样最扎实的摸文献与文物的一种互相印证，象征着文物与文献互相印证。从文献我们看周礼，最多战国年间啊，儒家呢希望用这一套制度能够治理天下，它是一个政治理想的一个蓝图的典章制度、官职的这些，而事实上它所运用的像方向式，我们田野考古挖出来是殷墟大墓，距离现在3500年，大墓里面就这中间你看差别有多长。所以我说如果论戏剧就在演故事，那么方向是就是文献上文物上的第一个出现的这个证据。那为什么说方向术它可以算戏剧呢？因为它的故事虽然简单，但方向是率领它的徒众，也就是它部署，这个部署是历代不一样的。人我刚才说的东汉宫廷的大名，那部署就很多啊，有部署，有化妆，然后呢有演出的对象，就是在追逐妖魔邪术，追逐到了看他作战，把他制服了，把他抓回去了，故事结束，驱魔的仪式结束。所以有没有一个简单故事的一个构成啊？有，这就是戏剧。它有化妆，有开始，有故事的结束，有它要表现的意义，有许多观众在看。所以像方向戏这样的剧目，我认为就是
中国戏剧剧目的最早的一个，像杂技那样玩的啊。另外一个呢也很古老，而且呢是记载的很详细，那就是周初周武王客商以后，由周公在宫廷里面演出的六月之一的大武之乐。这个大武之乐演出的内容相当庞大，武王客商、周公、少公分散而至，到这样立场，军队有作战，有表演，但他的故事是由这个演员演出的，所以观众呢对于他的这个解读不一定一样，但是它是有故事。说这个大武之乐在周初刚建立，周初距离我们现在正好3000年，所以3000年前我们已经大型的一种乐舞演出故事的宫廷乐舞。这些以前的学者也不注意，而它是戏剧。我希望各位回去以后把它看一遍。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结束这一篇的阅读啊，里边一些关键点：第一，大武之乐；第二呢，就是这个九歌；第三，东海皇宫。然后应当就是踏遥远，这几个各位特别留意，你就知道唐代以前的小戏戏剧的这个概况，你这个戏剧的雏形是什么样的模样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